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我们的 KOFO Star， 今天是2月16号。那这礼拜一开启的高级属性降临是飓风元素，哦，绿属性。那今天就来打这个吧，来打一下。我们看一下哦，其他活动还有几天呢？还有两天是不是？两天，那美信的话还有八天，还有一个礼拜。好，情人节活动要结束了，活动结束应该要出新的活动了吧？好，因为我们之前第四本笔记感觉应该快来了吧，都已经要月中了。开发者笔记，不是笔记，现在应该是手册。我们来复习一下第四本手册是讲什么。好。就合作吧 ，PVE 合作，还有故事模式，就这两个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吧。预测一下，差不多了，已经月中了嘛。那来看一下吧。今天要打的这个副本，飓风元素。我飓风元素之前打到22阶段。然后用的组合也是这一组，就是雷伊杰尔，然后鹰潮金，然后戴伦斯。那时候我的鹰潮金可能没有符合条件了，因为要58000嘛。那我今天把我的鹰潮金给练到哦60000多。练的方法很简单啊，就是你把这个调整一下，也不是调整一下，就觉醒时练嘛。就全部装上去，然后把它练满。假设你有的话啦，我都是攻击的，都是攻击的，战力加比较多，然后平衡型的。所以想不到鹰潮金是我，除了七骑士以外的第二支练满的。第一支练满是女灵吧？我是女灵啊。我来看一下，七骑士练满的三支嘛，七骑士觉醒时练满三支，就是戴伦斯。雷伊杰尔，然后雅伊琳，然后女灵的觉醒时我也练满了，然后想不到第二只是鹰潮金，因为觉醒时都有抽到，他觉醒时我不知道什么都蛮容易抽到他的，就平衡灼伤，然后红属性就拿到了，其他就还好，都还缺吧，都还有缺一两颗吧，所以战力就比较低这样。那使用高级锤的话，我觉得我花蛮多了，运气不是很好。尤其是在某一颗的时候，花七八十根锤子吧，有点多，因为大概平均可能就五六十左右吧。就你把一个加七练到加十的觉醒石，但是你总是会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啊，所以要准备多一点。好，那就来吧。然后我再调整一下属性卡的部分，我看一下可以怎么调整啊。属性卡的话，这都是捡 CD 卡，你可以再调整一下，调猛一点，有没有什么猛一点的、啊？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猛一点的、欸、因为昨天练的全部都是回系卡、啊，把一些回系卡给练一练啊。反正就捡 CD 卡无所谓啊，反正没差、啊。哦，没差，就先这样吧。哦，就先这样。那戴伦斯基本上打不太出什么伤害，因为这是绿属性，你要用红属性克他。这只是来撑一下战力啊，因为我没有三只红属性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红属性的话，就 K 只有一星而已啊，没办法。然后天狗也才一星而已，也没办法，好遥远。然后祭司的话，我已经舍弃不用，因为祭司没什么伤害。就如果你祭司没练的人，就不要练了，不要抽，也不要 pick up。我以前就有 pick up 他，后悔，因为没什么用，没什么伤害啦。好吧，大概是这样吧，那就来吧。我看我能不能打完23之后打24，试试看啊，打不过就算了。我没有很强求说一定要25毕业这样啊。好，23。那打手的话，你可以
就找战力高的，像这个战力低嘛，因为可能没装卡片，而且又没练度，没关系，反正这只不是我的主力，我现在靠这两只打，应该能打得过。OK， 那就来吧。反正我们要在剩下50秒之前打完才可就可以三星通关了。凤翼天翔，好，另外两只小兵跑出来了。2分10秒，打小兵你可以再多拼一点吧。雅一点的问题是没有无敌，没有无敌的话，你有可能会被 boss 给 K 死，然后这只 boss 会跑来跑去，有时候会打不出伤害，因为它实在太会跑了，它会漂移，所以你也可以不要放这个奥义啊。就放另外一个特殊卡三星，那阴曹金就没问题，因为阴曹金有那个技能三是无敌嘛，无敌加 buff， 技能也是 buff， 就比较好，可以黏住输出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那这时候就换戴伦斯出来，待会换戴伦斯出来，拖个时间吧。哇哇哇！大家拖个时间，拖个时间。拖个时间而已啊。或许应该多打一些啊。放个奥义，拖个时间。好，还行，绰绰有余，时间。好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二三，我还剩二十几秒。二三阶段这样打还算轻松吧，还算轻松。不要失误太多，还是可以过。就靠两只，但如果你有三只的话，就更轻松。我拿了什么奖励？算了，反正差不多吧。看一下，就变成五箱啊，哦，随机箱 LV 五。来看一下好不好，来看一下上礼拜的，开完之后再拼一下二次看看，拼不过就算了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。这个就是开记忆用的嘛，找一下哦，在哪里啊，这边红属性，红属性是上礼拜的，然后我是五阶箱，然后每天拿六箱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因为你打一次给两箱嘛，那每天打六次，然后七天六七四十二，四十二箱。好，使用，全开了。开到祭司的记忆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至少是个记忆啊，对吧？哇，好惨哦，只有一个。只有一个这个，有点惨，有点惨。盛典记忆只有一个，我觉得这运气很不好。虽然这边有这个一个这个啦，但是这个有点惨啊，说实在有点惨。这个至少要开42箱哎，只开到一个，好吧，运气不好。没关系，运气就是这样，时好时坏嘛。大家就看开一点。啊，继续来拼一下，拼一下24层怎么样？24层看一下，24层要65000，我应该还是有啦，我应该还是有的，因为我绰绰有余啊。这两只已经练满了嘛，这还没有五星啦，这里还是有差。这个63000加4000多是6700嘛，6700、6800嘛，啊，6700、6800，更正一下，哦，68000左右，67000，那
这边要7万，所以会比较，可能就没办法打，可能就没办法打。这边就打不动了，所以我24层可以试一下，我来试试看。来吧，刚刚那42箱太伤心了，只开到一个记忆，我还是很缺记忆的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这跟刚刚打法一样。喂，怎么这样啊？哇，好痛哦！发生什么事？啊，终于把他干掉了。百合有点猛啊，有点猛。百合怎么那么猛啊？拼一下，不要跑啊你！不要跑啊！哎，他跑，一直跑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觉得那个雷伊没有无敌，真的硬伤，虽然他好像有减伤的样子啊。没有无敌的紫矿格斗家通常会有减伤。不要打我啊！不要把我打死啊！那个飓风打得很痛啊！我被卷死了吗？这时候要戴伦斯突然拖个时间。先换这一只，然后戴伦斯拖个时间。好，放奥义拖时间，拖一下那个雷伊的那个秒数，他的暴气秒数，感觉差不多我就可以出来了。我刚是不是先放阴潮金啊？应该先阴潮金是不是？好，可以过，轻松过。所以我现在25层，应该只要我的阴潮金战力过的话，我应该是可以毕业的啊，看起来。OK， 还剩19秒。所以大家有雷伊杰尔跟阴潮金的话，稳过，就是你有练度的话。对这个箱子很伤心啊。42箱竟然只开到一个记忆，剩点记忆。好，有人比我更飞吗？应该没有了吧。42箱开到0个，那这边要7万啊，就不够了。不够的话，还是可以拼拼看。拼的方法就是卡片换一换喽，换一些战力加多一点的，好吧？我们来换一下，调整一下，然后把它毕业。陆陆续续把它毕业嘛，我看一下哦，卡片效果，这个命中几率是加暴击率，我刚刚好像有测一些暴击率的吧，来一个那个吧，来一个雷欧娜的卡吧，雷欧娜是回气卡哦，不要，回气伤害比较低，那我们这个好不好？这个比较猛一点吧，加攻击力。回气，在这边不需要回气啊。好，来个这个，再加多加一点点，然后，一定是要6星嘛。好，就是你了，库拉卡。好，这样保证战力应该够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像这个雷伊66000，对不对？你把那个卡片换一换，它也可以飙起来，也是可以战力再多几千吧。我这刚刚是6万几啊，忘记了。
六万三是不是？六万三左右吧，我现在多3000啊。所以你看这个雷伊六万六，你再弄弄也是可以到7万，但没关系，这边资源战力够。好，二三二四二五二五拼一下，你就来吧。打法一样，试试看。先雷伊，然后戴伦斯，然后樱草精，好，就这么决定。那个出场动画大概快10秒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爆气的时间不够。哇，怎么被他闪开？你竟然这样对我！这边我晚一点再放，因为我刚刚太早放，那个百合没死。这应该可以了吧？好，这边要等11秒，但是你这边动画就不要跳过，你就让他跑。刚刚好嘛，然后我们有无敌啊，所以不怕。不要让他跑，不要让他跑，他一直往上跑。好，雷伊我是用重置套，所以有时候可以重置一下。要樱草其实也可以来调整套卡啊，不要打我，他那个打得很痛哎。快撑不住了，没有无敌真的很辛苦啊！哦，没有无敌，不要转一转。好，老方法，戴伦斯拖时间，暴气也没关系，然后放大招拖时间，拖一拖，拖到那个樱草精的暴气好，再来一波。感觉快好了耶，好了，哇，有点辛苦，有点辛苦，有点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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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能我卡片在调整了，有点拼，有点拼，我快死了！赶快爆气，赶快爆气！哇，他给我无敌！别死啊，别死啊！好，过了，呵呵，好辛苦哦，差4秒。好，毕业了，毕业了，毕业了！这个副本我毕业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我又毕业了一个副本了。就靠这两只打，然后戴伦斯放奥义拖时间，拖到他们两个暴气又好。就樱草精暴气2次嘛，然后雷伊杰尔也暴气2次。好，成功毕业，刚好3次打完。二三二四二五刚好打完。好的，那，哎呀，刚刚又忘了我拿到什么东西耶。好吧，你们看影片的话可以倒回去看。那交易所的部分，我今天就换了阿修跟真理来把它换掉，因为，到月底的话，我应该还可以再存的快2000嘛，然后再看个下个月3月有没有我要的。因为我阿修现在4星嘛，然后真理现在是3星，然后再拿一个记忆，各拿一个记忆这样。好，那如果你战力不太够，你可以用我的方法，就是把装一些6星卡。那6星卡你还可以再去挑，说战力加的多的。我刚刚还没有挑啊，因为有的那个6星卡，有的卡片战力加很多啊。我也没有一个一个测试，七是加的多不多啊？不知道，来试试看好了。比如说这边换一个七七四，
七夜士试试看。哦，有点远。哦，不行，战力下降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比较多哦，我战七骑士战力比较多，所以你们可以用七骑士卡片，不一定要用六星卡，因为主要七骑士他这边有攻击暴击，攻击暴击这个加比较多吧，然后这个特殊效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算哎，所以如果你战力差一点的话，就去挑你的卡片啊，挑那个战力加的多的，就有差，我的战力就更高这样，飙到六万七，四星可以六万七。所以有的人问说，怎么战力高一点？战力高一点就是卡片啊，挑战力高的卡片。所以有的人可以冲到八万多、啊，我这才七万多嘛，那卡片换一换，搞不好可以再冲一下。OK， 那这一期就毕业了就每天就扫荡啊，还蛮轻松的。这个飓风元素，好，那就给大家参考吧。这一期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 KOF 再见，大家拜拜。